也不错哦，哦，不错哦，成功。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因为看了那个迪士尼欢乐小百科，里面介绍了一个回旋镖为什么会飞出去又飞回来，哦，于是呢，我们就看到，哦，有人介绍怎么做这个回旋镖，可是呢，因为它里面讲的是所谓的马粪纸，我也没有马粪纸，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。我现在已经找到了三种纸，像这个是一个广告纸，这广告纸就是比较厚一点的广告纸，然后你看它这样子可以凹腰凹来凹去，可以稍微凹一凹凹来凹去。那这个纸呢是包装盒的纸，你看这个包装盒的纸外面还一层一层比较磅数比较高的纸，然后它不太能凹，这个不太能凹，哦，凹可能就会有很硬的折痕。然后这个是比较厚的纸板，哦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就稍微厚一点点的纸板，它也不太能凹，哦，因为你凹了可能就会有很明显的折痕。另外一个就是比较薄的这个小箱子，哦，这种叫做 我记得它应该叫瓦楞纸，哦，然后那它中间有空隙，我们到时候再来看一看这三种，哦，做出来到底哪一个能飞出去再飞回来。准备的材料呢就是这个纸板，哦，那我现在裁的呢是四公分乘以十五公分，哦，四公分乘以十五公分。它需要的工具呢除了纸板之外呢就是剪刀还有这个胶带。胶带它是建议用什么电工胶布啊，就是你在做水电工的时候用的这种胶布，可以撕开然后就很容易就撕断的，那应该是这个胶带也有点分量的关系，哦，重量的关系。好，那它还要订书机，哦，可是呢我们没有订书机。好巧不巧，我家竟然没有订书机，哦，我们就用粘的好像只能用粘的，那我们试试看吧，我们来做做看吧。好，我们到时候最后再来我们最后再来看看到底这四种纸板，从你家应该比较容易取得的纸板到底哪一个可以飞。那每一个纸板的剪法都是一样，哦，就是大概从这里，哦，中间对准中间，哦，中间剪一个缝。剪一个缝的原因呢是因为大概两公分啊，两公分的一个小三角形的缝。剪一个缝的原因呢是因为你等一下可以把它合起来。好， OK， 像这样的一个缝，你这边看得到吗？就这样，好，好，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合起来，它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因为这个要这样合起来的关系哦，所以你的纸其实是不能太厚的哦，你不能用非常厚的，因为你这样子就没办法合。然后合起来之后呢，就这样转开，然后变成一个。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应该是这样子，每一个角度是一样的，应该是几度？这样子几度？360度。整个是360度，那这样几度？90度。应该120度吧？哦，360除以3，所以应该是120度。那你现在如果有订书机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订起来了，哒哒哒哒哒哒订的。可是我没有啊，没有。可是我们还是想玩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用胶带。好。我是要念吗？不应该像刚刚那样，我们把它这样。像绑受伤的人一样的方法。对啊。在上什么 ？Inside out， 比方说，就是我们看那个。哪个 ？Scratch Garden 呢 ？Search Garden。好，这样应该勉强也可以了。这样好像跟胶带概念一样，好。做好第一个，我们等一下最后再一起试试看哪一个会飞。好，好，我们现在四个都做好，然后如果你是用订书机的话应该会比较简单一点。那我们现在先用贴的，没有办法，我们贴好了。那最后呢还有一个步骤，就是要把这个边缘呢包一下。我觉得这个边缘包一下最重要的用意还是说让这个不要坏掉，
应该是保护这个边啊，你要你掉下来的时候比较不会撞坏，因为这个的边啊，这个的边是比较重要的，因为你这个边如果撞歪了，可能掉下来之后，再下次再玩可能就飞不起来，就不好飞了，应该不会。可能你丢出去再碰，它就不会飞回来啦。它就一直往直飞。对啊，它可能就直直飞了，因为这个的边的角影响的气流比较多。好了，都粘好了，好吧，那我们出去试试看吧。丢这个东西哦，有一点点小小的技巧，你不能这样随便乱丢，有点用你的腕力哦。这个他们教学是大概是这样的，你就先这样子用食指跟大拇指拿着这个，然后转上来，然后这样子，有点要用你的腕力，让它的旋转的力量增大比较多，这样才丢得出去哦。我们试试看，我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。我们先丢最小的。哎，还不错哎，有飞回来哎，这个最薄的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哇哦，不错哦，你看，你从那边丢丢看，你丢丢看，你试试看。哦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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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们再丢这个看看，这个稍微上面有一层这个比较厚、磅数比较重的纸板的包装纸。哇哦，这个也不错，这个也不错。可是它飞到那里去了。我们再试试看这个，这个是单纯的比较厚的纸板哦，没有包装纸的另外一层。没关系。耶、yeah, ，这个也不错哦，这个飞行的最好。好，我们最后来试试看这个一般的包装纸箱的上面，这边中间有一层一层是有洞的，看它效果怎么样。哦，哎、欸，也不错哎、欸，也可以哎、欸。可是它竟然它飞出去是往那边飞，我们再来试一试。哇哦，也回来了，也回来了，也回来了这里。哇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哎，这个最棒，反而是最后这个最棒。结论是用纸薄纸箱做的这种瓦楞纸，效果最好，大家试试看。所以丢这个哈、哦，其实你还是要有点腕力哈、哦。那小熊因为应该他抓不到这个技巧，所以他其实一只射都没办法回来。好，你喜欢吗？还是要再回来。好吧，那跟大家拜拜。拜拜。错。